那我要是让您白住不收钱，我会被总店淘汰的。我上有80岁阿娘，下有3岁小儿。你儿子不是8岁吗？那是3岁3岁又2岁呀。那3岁的那一年，出去玩耍不慎，被小伙伴推入了缸中。好在小伙伴拿石头砸碎了缸，把俺救出来了，俺才得以保存了性命。不对呀，不合理呀，他砸的是缸还是你的腿呀？砸的是缸，缸里没有水，缸的碎片砸到了俺的双腿。5岁那一年，俺跟小伙伴又出去玩蹴鞠，不幸被他们踢中了双腿。还是不合理呀、啊、你腿都没有知觉了，你怎么蹴鞠啊？怎么不合理？人家多可怜。俺7岁的那一年，拖着俺这双没有力气的双腿去爬山，不幸被小伙伴。这么些年你就没有想过换一个小伙伴？故事逻辑根本不合理。有没有同情心？他费了多大的劲才变成肌无力的？郎君，把药喝了吧，保健品不骗年轻人。来吧，换轮椅吧，换轮椅！救命啊！